魔剑生死棋。知道他是谁吗？知道啊，当今天下第一盟盟主关玉天吗？万一要是得罪了他，咱们两个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。关玉天恶名昭彰，要不是看在做吃的不能挑客人的道理，我才懒得理他呢。小声一点。有刺客，弓箭手。哇，好帅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女人？我们这儿除了这群学生之外，哪儿来受伤的女人呢？
有没有我要找的人，要搜过才行。给我搜！是。同学们，来，过来，到我这来。别有事，外面除了死羊，找不到人。刺客已经中了毒针，谅他也跑不远，往回送。是。皇上走了，啊，各位同学，今天呢就下课了啊，你们赶快回家吧，从后面走啊，慢点走啊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慢点儿。就是。快快追！来，站着，快！走了，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身中剧毒，如果不把毒血吸出来，恐怕你性命难保。姑娘，为了这个性命，在下只能得罪了。姑娘，毒血已经吸出来了。还以为你被至尊盟的人抓走了呢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他们在到处搜查呀。啊，他们是来抓人的。难道他们来抓我们的？啊，不是的，他们是来找一个受伤的女人。受伤的女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也是刚刚听说的。风儿啊，自从你爹失踪以后，娘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啊。我知道，娘。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啊。是，你该不会是大哥？是千行，大哥，千行。
啊，对了，刚才没伤着你吧？没有，不碍事。自从你不告而别之后啊，我找的你好苦啊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算让我找到你了。我也是，很多事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。你怎么样？这么多年没见，还好吗？托你福，此刻的我早已经今非昔比。哎，那你呢？这些年来你音讯全无，不知道你过得如何？自从上次死里逃生以后，我和我娘就过着隐姓埋名般的生活。后来我把名字改了，叫烟草风。你看，我现在在学堂教学生。想不到多年没见，你竟已为人师表，成了一个文武双全之人。你可真有本事啊！若是舞刀弄剑，我还能和你相提并论。但说到下棋看书的话，我可是远远不及你了。我的武功比你差远了。你太客气了。哎，学生们早已经离开了，为何你还一个人独自留在学堂？哦，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受了伤，我到这儿来找个对症的药方。你果然还是老样子，没事就爱见义勇为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看总有一天你会忙不过来的哦。好了，你别取笑我了。哎，桑峰，今日咱们兄弟俩重逢，不如待会儿就到你家，咱们痛痛快快喝上几杯，也顺便让我知道你的住处，以便日后可以拜访，你看如何？你瞧我光顾高兴，把这事忘了。走，我带你去。有劳。走，到那边贴。是。一百两黄金。谁呀？哎，我们两个一辈子爬手，也爬不到这么多钱啊。哥，那这桩生意好做吗？不好做，但是很赚钱啊。那可千万别让别人给抢走了。我说的也是。来，钱晴，快进来。娘，你看我带谁来？哎。我娘呢？我娘呢？千行，兴许我娘出去溜达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来，别站着，坐。啊，对了，刚才听你说你有个朋友病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可以帮我这个忙。等我朋友病情稳定了以后呢，我们哥俩好好喝一杯。好，那他人呢？啊，在我房里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千行，请。桑峰，你朋友是不是出去了？没有，他就在我房里。哦？哦，当年我后娘曾经被人追杀，所以这张床下面是空的。你过来。哎，千行，我娘不许我多事，一会儿你见她，请你不要告诉她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果然在这儿，千行，你干什么？这人杀了我师父。你说这位姑娘杀了你师父，你师父什么人？我师父就是当今至尊盟盟主关玉天。没想到你师父是关玉天。苍风，你不要阻止我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等等，如果你要杀这位姑娘，你连我也一起杀了。你让开，我不想伤了你。千行，念在我们兄弟多年的份上，放了他，算我求你了。好，这位姑娘有你舍命相护，我就不杀她了。我师父中了毒，这位姑娘也中了毒，算是一报抵一报。今后我再见此人，已无杀念，你可以安心了。千行，没想到你所说的贵人，居然是关玉天。没错，此刻的我，已经是至尊盟赵天堂堂主。千行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说吧。只要是我能力所及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离开至尊盟，不要再帮关玉天助纣为虐了。对不起，我办不到。千行，想当初
你爹燕伯伯也是在至尊盟为盟主效力，还贵为左使，为什么你爹可以我就不行？要是当初我家的情况和你家一样，我娘她就不会死。我站在我娘的坟前发过誓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出人头地。如今这一切都是我用血和汗还有我的尊严换来的，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唐风，我劝你还是尽快把这位姑娘带走吧，要是被至尊盟的人发现了，我怕你和伯母都会有危险。你自己还是小心一点，请恕我先行告辞。千行，千行，我师父的伤势如何？启禀堂主，盟主的伤口已经呈黑紫色，盟主的脉象也极为紊乱，已在下所判，盟主是身中剧毒，恐怕并不乐观呐。那依你所见，盟主他中的是什么毒？属下行医三十几年，从没见过如此剧毒啊。那你可知道解毒的方法？不知其毒的毒性，所以不敢为盟主解毒啊。你说什么？没办法，快叫盟主，要不然我杀了你。左使饶命，左使饶命啊！会配此毒的人目的就是要置人于死地，若是不明毒性贸然解毒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，害了盟主。属下就是为了盟主的安危，所以才不敢随意的尝试。盟主醒了，盟主醒了。师父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凶手呢？查到没有？启禀盟主，属下已追查到刺客的下落。那人呢？属下循着刺客的血迹追至文德学堂附近，虽没有发现其人，但是属下看见路边有一头死羊，乃食刺客之血而死。依属下判断，那个人也应该是中毒身亡了。既然刺客已经死了就算了，快去找赛。师父，师父，盟主，盟主，你赶快想办法。是，属下遵命。且慢，任天行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想救盟主吗？司马右使，你别误会，刚才盟主昏过去之前说了一个赛字，似乎对我们有所启示。启示？难道盟主已经知道解救自己的方法了？可单凭一个赛字，咱们又怎么能救得了盟主呢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有一个人能救盟主。谁？赛华佗。这赛华佗、九中仙和赛西施号称是风尘三侠，这赛华佗外号叫孤独圣手，用药有如神助，听说他有脉通阎王、起死回生的本领啊。难道盟主说的这个赛字就是要我们去找赛华佗？哎呀，这个人脾气怪得很啊，很少有人能够请得动他，而且听说只要是至尊盟的人他一概不依呀。哼，荒唐，难道连盟主他都敢不依？赛华佗住哪儿？百花谷。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放心吧，姑娘，这个山洞很隐秘的。你是学堂里那个夫子？对啊。我为什么会和你在一起？还有这里到底是哪里？你的伤很重，需要调养。等你好些，我再跟你解释好吗？
我想起来了，我被人追杀，而且还受了伤。你当时中了毒，要不是我及时帮你把体内的毒吸出来，你恐怕……你帮我吸出体内的毒？啊？还有，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你当时昏迷不醒，当然是我把你抱过来的。哎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你不但非礼我，还带我到这荒山野岭，你想对我怎么样？我干嘛要非礼你啊？我是在救你啊！你当时身中剧毒，要不是我帮你把体内的毒吸出来，你早就没命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那都是因为这簪子。小心啊，快点。哎呀，都湿透了。妈妈，我去找块布擦一擦。啊。小妹妹，没有吓着你吧？饿了吧？嗯，来，快吃了吧。小妹妹，来，把我的给他吃。给你，慢点。真乖。这个玉簪，这只玉簪对你很重要，对吗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玉簪，我看到玉簪就会想起我娘。虽说我们只有一面之缘，但这些年我经常会想起当年在那个破庙里的情景。我在想，当时的小女孩现在长大了，长什么样子？她找到亲人了吗？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再见到你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这些年来一直有个人惦记着我，把我放在心上。那次之后，我会经常想那个小男孩的面容。我想，当时要不是因为这个小男孩在我最饥饿的时候给我东西吃，我可能活不到现在。所以我也希望你一生平安，我也不会让你被至尊盟的人抓走。可是这样会连累你的，如果让他们发现是你救了我，你一定会必死无疑的。所以我要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。哎，我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拜玉儿。拜玉儿？那你呢？我姓燕，叫燕藏风。啊，你叫我藏风好了。你姓燕？对呀。怎么同样姓燕，却是天壤之别？你还认识其他姓燕的朋友吗？嗯，玉儿，你怎么了？玉儿，玉儿，有人吗？
大夫，大夫，这儿关门了。啊，奇怪，大白天的怎么会关门呢？哎，玉儿，玉儿。玉儿还受着伤呢，她能跑到哪儿去？看病啊，到后面排队去。你敢拦我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管你们是谁呢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这是知府大人，你们大得过他吗？呀！开门，有人没有？进门又是，我来吧。前辈，请您开一下门，晚辈有事要请教。拜见老前辈。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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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谢谢你治了我60年的眼盲，神医，你真是对我如恩同再造啊！哎呀，起来起来，东村有饥荒，你就捐粮100担吧。一定一定。哎，谢谢神医，谢谢神医呀、啊！我看见了。前辈，刚刚有所冒犯，得罪得罪。老前辈，我们也知道您很忙，但是有人身中奇毒，普天之下只有您一人能解。中毒？中什么毒？不清楚，晚辈只知道下毒之人来自神火教。神火教，那中毒之人是不是伤口发紫，感情脆弱，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呢？前辈果然高明。不要拍马屁，越说我越肉麻了。晚辈没有拍马屁，晚辈只是实话实说。哦，既然你说的是实情，那我就不在意了。请问这是什么毒？要怎么解？这是西域一带特有的剧毒。江湖上有个俗称叫做七睡八死，中毒之人会睡七次醒七次，然后呢，然后会怎么样？完蛋，然后睡了第八次就不醒了，七睡八死吗？既然如此凶险，可否请前辈跟我们走一趟？啊，我不感兴趣，你们请回吧。哎，前辈，只要你肯依，要多少银子我们给。哼，我不缺银子。我们的银子可是几万两几万两的。这么说你们是至尊盟的人吗？前辈果然好眼力，不瞒您说，我们是盟主的身前护卫，这次中毒的正是盟主。至尊盟盟主关玉天，这老小子活该，天下民不聊生，他却不以为意，一心想当他的盟主。他早该死了。看来用嘴巴解释起来道理。哎，不可冲动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抓回至尊盟的。就算你把他抓回去了，可是他不依止盟主，那有什么用呢？
老前辈，晚辈们就在门口等着，还请您回心转意，替天下苍生着想。喂，老不死的，别人只不过让你帮忙救个人呢，你拖拖拉拉干什么呀？是不是怕砸了自己的招牌啊？我可跟你讲啊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那我就去了。老太婆，这事你可别管啊，要不然我就跟你翻脸。哟，你凶什么凶啊？你等着，哼！哼，你想打压我，不让我的医术超过你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啊呸！这么多年，不是我帮你洗衣服烧饭啊，让你有时间研究医术的话，你哪来现在这个成就啊？哟，你现在是红了拽了啊，就抹杀我的功劳，哼，两个字，休想。去，洗衣服你哪一次洗干净过啊？你做的饭，呸，那只是喂猪喂狗的。好，你敢不敢发誓，你如果再吃我煮的饭的话，你就是猪就是狗，你发誓啊，发誓发誓啊。我这，你这个臭婆娘，你要去救那个杀千刀的是吧？你去啊。哎，我就要去，怎么样怎么样啊。好，那咱们俩就到此为止，从此以后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断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开始千年不相逢，万年不相见。哎，你说过的，一言为定，再见。喂，老太婆，刚才我说错了，不是再见，是不见。嗨，死老头，不见，不见就不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晚辈任千行，请问前辈尊称？啊，你跟我说话？是啊。啊，那你听好了，本人乃是名震江湖、技压天下第一神医的神医，赛西施是也。赛西施？啊？你跟赛华佗是什么关系？啊，他是我。我是他最爱的人了。既然您是他最爱的人，可否请您帮忙说服赛华佗？哦，你是请他去看病对不对？没错。他不肯去？没错。那你那个病是什么病啊？我师父中了剧毒。剧毒？中毒啊？哟，那太简单了。难道你也会解毒？你不相信我啊？哎，我行走江湖的时候你们俩还没出生呢，我和赛华佗可是师兄妹。不过江湖上只听到赛华佗，没有听到我赛西施，那是因为他会自吹自擂。说到真功夫啊，我懂得可比他多多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跟你们去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愣着干嘛呀？走啊！哎，快一点啊！死老太婆，你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哼，在我面前逞能，你又哭着求我的时候啊！嘿，月儿，啊，月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说过，我不能连累你。事到如今，我怎么能放下你不管呢？跟我回去。不，我不能欠你太多，我怕还不起。我不介意，我也不要你还。那我的要不要还呢？依依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买我的菜，你谈你的恋爱，我都没问你了，你还问我干什么？你误会了，我跟他没什么的。玉儿，不用解释这么多，我们走。哎，
叫你赔点东西，你怎么那么没有诚意啊？叫你到时身居打杂，你没时间，在这儿花言巧语当花花公子，你小心呐，惹祸上身。多谢你的提醒，在座上我自己知道。那你对我的事情怎么就不知道呢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今天你得一五一十地告诉我，你该怎么对我负责。依依姑娘，我不是不对你负责任，而是你所提的条件实在太苛刻了。对不起，我们有事，我们走。哎，这个姑娘她刺杀关雨天的，你能保得了她多久啊？依依姑娘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可不，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，我可以去至尊盟领赏金，就算是你对我的赔礼了。哎，姑娘，万万不可。曹峰，你还是跟他走吧。月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。喂，你们两个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这回就算我让你们走，你们也走不了了吧。依依姑娘，依依姑娘，怎么那么客气啊？拜托你千万不能那么做，彼此无冤无仇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哎，那就要看我的心情喽。好，你说怎么样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都听你的。苍风，你还是让我走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月儿，你不能走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好了，哎呀，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了，我好人做到底。其实那天你杀关羽天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你，我怎么会又把你推向火海呢？多谢你，姑娘。还有你呀，你欠我的还是得还，不过现在先救你的朋友要紧。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一定能救他。那个就是你们家盟主啊，长得还蛮英俊的。那现在就让我看一下你们盟主的那个病情吧。那就有劳前辈了。没事。你在干什么？针灸啊。你不是要医盟主吗？是啊。那你把针插在自己手上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呢先给自己试一下，试完好了以后呢才给盟主医。治好了的话，那天下第一的名号就是我的了。前辈，请问您是孤独圣手赛华佗吗？你是谁啊？我叫燕藏风。我的一个朋友身受剧毒，前辈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不管至尊盟的人啊，还装扮成老百姓，我就是一般老百姓啊。停！一般百姓哪有这样的身手？不要骗人了，你分明就是至尊盟的走狗。我真的不是至尊盟的人啊，我是在文德学堂教书的，真的是。还专教打人的，行了，别给我演戏了，滚回你的山窝去。
前辈，我是来求医的，不是来跟你打架的。前辈，你，你，我的球，我的球！我的酒啊，我的娘娘壶！你这个兔崽子，你害得我娘娘壶全都落了地。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他整整一年啊？晚辈不知啊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。这个娘娘壶，它是所有先天残疾的上等药饮呐、它能使盲者重见天日，使哑巴说话。我等了他苦苦的一年，现在被你全给毁了。前辈，对不起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。我这娘娘红没了，你朋友的命也别想要了。前辈，我看一代神医也不过如此吧。你说什么呀？江湖上传言说赛华佗前辈慈悲为怀，嫉恶如仇，专为老百姓做事。我今日一见，不是这样的吧？为了一坛美酒居然草菅人命。什么？你竟敢说我草菅人命？见死不救就不配当医者。好，我先把你打死，然后再把你医活，我看你还敢不敢说我是不配当医者。不许你杀他！依依啊，你让开！我今天不让他死，以后世人就看不起我赛华佗了。你要敢碰他一根汗毛，这辈子就别想吃我做的菜！哎呀，依依啊，明知道我是不能一天不吃你的菜呀、再说，我杀了这臭小子，你也犯不着来惩罚我的五脏庙啊！好啊，那你就杀了他吧，反正你孤独圣手可以见死不救，我食身之女也可以见恶不做菜呀、哎呀，依依啊！明知道我不吃你的菜会比死了还难受，现在就有一个人要死了，你到底救不救啊？要救人可以，不过哎，前辈，不过什么呀？不过得先得救救我的五脏庙。来，你也尝一点。谢谢。还有这个，很好吃的。丹，你怎么总让老婆给你夹菜啊？前辈，您不要乱说话，我们不是夫妻啊。哎，我知道现在不是，我想不久以后就会吃上你们的喜酒了。前辈，哎，我说你小子，这依依能喜欢上你，算是你祖上积德了，啊。哎，依依啊。我的眼光没错的，这小子还行，能为朋友两肋插刀，重情重义，以后是不会抛弃你的。你别乱说了。哎，前辈啊，你可不要跟我说你自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哦，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是不会帮忙的。我吃饱了。你的那个中毒的朋友呢？哦，我把他安置在一个地方了，我带你去。啊。哎呦，我吃的太饱了，我站不起来了。不行。不行。那怎么办呢？前辈都走不动了。哎呀，那还不简单，叫你的朋友来食神居不就行了？哎，这主意好，我马上去。Yeah.